婚姻是什么？婚姻是我们一辈子的大事情，而且这个婚姻的结果呢，是我们自己要天天去面对，要一辈子去承受的。我们常常讲，你要一个人一天不愉快，很简单嘛，叫他早上起来就喝一杯烈酒，他就一天不愉快了。啊，出去开车被公安抓去，然后处理事情头昏脑胀，就是为了早上起来就喝一杯烈酒，搞得一天不愉快。你要这个人一辈子不愉快，那就娶她，娶个差劲的老婆就够了嘛，也不要做别的。他就搞得你天翻地覆，永远不答应你。所以结婚呢，是一辈子的大事情，不是说哎呀来电了，我们结个婚吧，搞不好再说。那个后面的事情呢，是你永远推卸不掉的，一定要这样的一个了解。